你那是在抓子些？我找那个空把它插起来测一下，那个循环系统那个水的大小，它那个电机大了还是细了？嗯，我测试一下看看。你那我嘛，该放水之前嘛，就该把它插起吧，差不多。他忘了，要管棚，水太深了啊！水深了啊！我都忘了在哪个桶插头，我要把那个把那一个洞给你堵到去，它才能这个水就才能开过去，那个循环圈过来。够远了，你要带起来我就可以了。再等会儿吧。哎去！哎呀，终于把那个洞找到了。看，发鱼鱼。那个你带起行了，我不要了。啊？我不要了。带起。你那光兜风的带也摘不到，啊，被我哥要打死。我们先抽一个小时看一下，看有没有哪个仓的水泡不严，看管子大小如何，测试一下电机的水流量怎么样。我那个水就从那能够过来的哇？不是哦，这那个水是那个管子那里的，那个管子以后我还接上了一点点，是专门吸那个池子里面来的鱼。我的边上如果带有那些油啊，那些东西就从那个地方出来，还有就是这些树叶子那些，它就走从那儿来了过后就扒到那儿的，然后。洗那些渣渣在里面的吧，嗯，那些大水还是从脚下那两个滴灌过来的哦，嗯，那一个管子还是十个管子，把那个留在那头了，泵不到它喝啊，你那个干净啊？那里那十个管子是另外是50管，那管子是75管的嘛，不过十个管子十个50，我算了一下那个流量是那个它那个面截面积啊，已经大于了75管了，走得赢。它射点点的也可以，太好看那个一高一那高一头低一头带低一头，就挺好看了。第一次玩，这是朋友改的嘛？我现在看起安逸啥？那到处那头都得流流过去流过来，你看，那个流过去又那个流过来，过来的又那个流过去，它就走圈圈了。看啊，那水那边看起像那也大河一样的，气氛在仿佛。这个等会儿嘞，冒水冒水冲过冲起来好看呢、啊，像那大河的方块那个海是啊，哎，整错了那个出水口吧？啊，那个出水口我们整错了，你看，还哪个？它那个水能够一直冲到哪去？就那个回来哈，冲那个远、哦。当时我们把那个出水口弄的时候啊，该弄到那来，啊，那那个对着对着海，冲到那边去，冲到桥那边去，那个水那个循环那个力度更大呀。这时候有点发生事，我没看呢。啊，有啥子发？除非把那还能够挖得，这挖到哪儿来？不不不不不不，代价大了。没说那个管管改细一点点的就得行，搬一下找个管管，找个那个弯弯能看弯一下哈。哦，那个细不到好多噻，有的那种管子。有有，他那个都有，他槽都是那个逼到那个都是那个来的。这个地方我要搞个那个凿子凿到起来。不然那些鱼它有可能我们不开那个电机的时候不开水的时候还有可能顺着那个洞洞跑到那一边去啊，它跑进去跑进去它又可以转得出来，万一那鱼能长啊，我们那精力长点精力啊，进去它就打不过转身了，不然有点憋死啊。哎呦，我好想搬凿了，那天气不合适，天气阳气天气很晴嘛，出来个大片啊就搬凿。对妈，你觉得稀奇的是吧，小子那是稀上凿了，来把那件鱼一下洗干净。哦，你没发现我们那个水那个颜色不对？颜色啊，这是鱼露的肯定嘛？我担心我们那个池子以后啊，就是会起绿，就是那个水啊起绿啊，就是后面那个池子里面有那种藻类啊，已经把那个水就那个病菌已经带到了池子里面了，搞不好我们以后那个池子的水很绿。那个简单嘛，把那水抽的就是嘛。那、啊、也不得行。这池子里面染上的那种病菌在里面的话，它以后永远都有了吧？那啷个做啊？啷个？那我还要查一下哟，先哈儿资料看一下，到底有啥子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哎？只是有这种可能。我来看嘞，把水也推到哪儿来的哈？在桥下面之类，这个地方哪能够回来一下？那个等会儿回那个就绕出来的哇？就是只能是流到那边，那边的水是活了，但是那那个过河的水是湿的啊！你发现这里啊？当时我们买那个吹水管的时候，这那个过河才敢买，你看吹一下，两边的往中间去挤，整个那个池子，那水每一个角的水都是都是在换，像那那池子水动都没动的，
发现没有？还想个办法，哪个地方装一个推水管，到哪里装一下，还要改一下，还能改点料料啊？从哪里？你看从那个地板那个能再过去，你软头买下过来。这个管子就不是那么大嘛，整个五零管都可以了。改小啊？小的话推不走，也不能那么大噻。你哪一个也是气雾管，你那里也是气雾管，你那那个进水管也是气水管气雾管。你们那个推那个泥的水量，那个泥就不大了噻，就把气雾管变成五零管，两边都变成五零管那个推。这怕要花点大工程了，那不是说当说话弄弄撇脱弄容易。那肯定要整一下，首先那里还要搭，还要锯，栏杆要绕过来，这个要费点力。哎，你还有一个方法，你看可不可以啊？把那个出水管了，那个推水管就整在那里，搭到那个鼻子那个推，它那个推推就过去了，不然你要绕一圈就回来了噻。不要就要停喽，那能够推那一条线，那一条线就不推了。都推，把大管子变小。变成五零管，那是七五管了，全部变成五零管。那就啷个做？就整个三叉管啷个莫整大了，两边推。对啊，那加个三叉管就可以了。有不得那种的管子？有。三叉管了？有，大把的。但是也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子？我们人在那儿来刷的时候，刷鱼斗鱼的时候，有可能经常都是会站在那些位置。如果一旦我们的推水管装在那个地方能够推的话，那鱼就不能在那儿来。你鱼那些饲料在上去，它就跑了。那啷个说？这也是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如果长期推那个鼻子的话，这鼻子找不出通。解决的办法是多，但是没有哪一个是最好的。最先其实我都想到的，在硬化那个路面之前，是先买个管子，买到那个台儿的来紧闭起，这个弄弄就搞旺起来。那种一般我那个修起的我用感觉的居家还是感觉的我估计挂舒服那个一辈子就整那么个东西。另外就是啥子，把你们送你们读书，把你们养大，就是那么就整那么东西，就是我一辈子的人就一辈子的功劳。啊，就是功劳哈。像你那个整那些东西一整起，就是哪样要修来的要来改装一下，那也就是你。像那个整些那些娃娃，他说那也不成了，还有弄来，我也要重新了。反正北大北都要改装好，我跟你说嘛，那形势是在变的，越来越是越来越好的。你这都在围房子啊？反正一辈子都是围房子。我那村什么感觉的？我那房子我住起来安逸得很的。那村一秒去那才是当妈，怕成狗屎嘛，不成嘛。莫乱说，没人是当狗屎，我当个法务人，我都回来屋里改造了了。反正的噻，是吧？你再整的话，每一辈人他都要整房子。你看我们那些人是我整哪一批房子，那些整那些房子，基本上炒都要完了，基本上炒完了。炒完了哈。炒完了啊。八堆几套也炒了。是吧？他炒了，炒的当地又来换砖房啊，换楼房那些名堂的啊。砖房那些觉得不好看了过后，就要开始抄别修别墅了。对，现在流行修别墅。那是一辈人，他都是看形势，跟着形势走。那像你那些娃儿，他女儿，他也要努力。那个又种苗别，跟那些都把别墅房子那些修那么等。那个就是我也是他妈个人，我也不说是难看吧。也要想说，也要想啷个争取，也想嘛，反正他有本着我的能力嘛，也想打啷个奋斗，要修个别墅房子，都是啷个来的，那种那些全部都是啷个的啊，你没看呐？那我问你吧，如果我们队上那些人把俺都把别墅修起来，我们那个房子要不要拆得重来呀？那我就，你反正不修了。我反正不修了，就靠你了。我也不得整了，我看我儿子了，他要这样整，我觉得我那个房子满意了。我也花了很多心血在这里面，那就靠他了嘛，他去努力嘛，也可以嘛。哎呀，哎呀，说实话，一杯交一杯嘛，一交全的哈。哦，他这儿子，他以为是他感觉那个房子不好看的话，他各自就去努力哦，各自去整哦。他要吵就跟他吵哈。哦，你就不管他那些了嘛。就像你现在一样，哦，交全了，交全，切香肠。
别想法，哎，我也想去想法。好长啊，这脑子。洗方便，那个不用裹到顶起吧，头的就安逸了。妈，我们今天中午吃那辣椒那皮蛋，你没吃到啊？没有。但是那个菜你也吃不到。嗯，辣呀。嗯，很辣人，吃得舌头点点都是起了泡了。所以今天中午的那个豆腐都给你做的清淡的。嗯，火要小一点点嘛哈。我要把那个辣椒给它烘成酥皮辣椒的样子。嗯。那个黑心皮呢？黑心皮再跟黄心皮那种吃起。不好看，有点歪了。嗯，还是满意哈。喝了冰红茶了吗？没有，这个我。那还有皮皮，那个皮皮是有点麻烦，不是的哈。不是，个人吃惯了的哈。嗯。好，放在里面我来揣。炒的时候。你好揣吗？嗯，来一下子。哦。酱油，揣蒜的时候是放了盐的，所以说你们不需要再放盐了。尝尝我的肋脚皮蛋。肋脚皮蛋。嗯。有点辣了吧？大个东西啊，有点辣的，明显有点辣。好不好吃？嗯，好吃，满意。满意啊。嗯，安逸你就帮我安排个对窝儿，安排一个揣棒，听到没有？我都是那水泥，水泥用油点石头不是？石头找爸爸，爸爸用石头打一个。用石头。